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。这几天呢，因为那个这回这个病毒的原因呢，这个邮局呢才开始邮东西。我刚把这些网友们订的这个木耳啊，还有松子儿，刚填完单子，一共是18份儿。一会儿就给你们给邮走了啊。我现在吃饭。今天早上起来就不做饭了，我那个泡了一袋方便面。因为这几天这些网友订的货啥的也挺着急的，我就对付吃一口，一会儿抓紧给邮走。看看，我们已经到库房了，开始装松仁，往下拿吧。一共几个？9个。9个松仁哈。松仁，你先装松仁。来看一下我们这块的木耳哈。这是多好的木耳，我们再看一下蘑菇。这个蘑菇是当地老百姓采的，它是10斤鲜蘑菇，采干了以后呢都拿针穿上串，然后呢变成1斤干蘑菇。小鸡剁蘑菇都是最好的，大家看看。折腾了1个多小时啊，全部打包完了。看看，一共有20多份儿。现在回家给小狗去做点饭去。我刚从这个邮局回来，我呀给这个小狗啊，买了一块鸡肉，看这一大盆鸡肉。我那个给它煮在锅里，给它炖一锅。那个也非常感谢大家。要是没有大家支持我这个头条小店的话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也赚不到钱。这赚到钱了以后呢，给这些可怜的小狗炖一锅鸡肉吧。完了，然后让他们多吃点。完了，那个平平安安的过这个冬天吧。好，我现在开始给它炖了。妈，熟了吗？熟了。熟了。这炖挺长时间了哈。这回可以吃了吧？它能给咬动了吧？哎呀妈，炖一个小时了。啊。能。我家周边吧，一共有2匹流浪狗，先喂喂这3只，又过来1只啊，让他们3只呢，一个狗啊叼出1只出去，然后再喂喂，其余那18只狗。但是这几个小狗啥的都活着了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可胖了。要没这个窝的话，它就冻死了。你要不喂也冻死了。它有个窝吧，能。有个窝，你在家你老喂，你信不信啊？对，我每天都喂喂它，完了还能好点。你都买粮喂它。我有时候买几个鸡腿，完了有时候给别人吧，给我几个罐头，我拿来喂喂它。我有时候给在家吧，我上商店花3块钱给它买袋那个馒头。在家放点苞米面粥，整一锅喂喂它就完事儿了。哈，你这一冬天没管好点钱喂狗。妈的，要不它冻死了，瞅着就多闹情。哈哈，别跟我说东西，你再不说这么多哈。那它这也是个生命啊，也没办法。你是心好啊。还没吃饭了吧？没有呢，我一会儿回去吃去。你这心真好啊。你们没事也喂喂它，是不是啊？要家里面那些吃的扔了，不也白瞎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剩菜剩饭。对